在 Air Force One 轮廓的基础上， Nike 根据迈克尔乔丹的需要，为其量身打造了一双完美战靴。为方便乔丹更直观地感受地面，球鞋采取了贴地设计，并采用了1/4踝部支撑鞋帮设计，为双脚释放更多空间。你不得不感叹乔丹在中国的影响力，不管时代如何更迭，我相信迈克尔·乔丹永远都是最伟大的篮球巨星。对球迷来说，乔丹就是球场上的天之骄子，每个人都想穿着跟他同款的球鞋，然后不断地去模仿他在篮球场上的标志性动作。从 Air Max Jordan 1开始，传奇就不停地在上演。从 AJ 1到搭载 Lightweight 技术和 Hyperfuse 透气的 Jordan Superfly， 的 Jordan 推出的每一双球鞋都会被中国球迷热爱。很少能有一双球鞋代表梦想，拥有热爱，让一代人为之热血。Air Jordan 1，1985，每双球鞋都有一个故事。